桃园八德的环保志工呢，他们分成了两台游览车，他们要去宜兰的太平山要进行环境教育交流。那其中也就是发生意外的这一部游览车呢，因为刹车失灵的关系，整台车就这样子翻了过去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38人是轻重伤。我们就来看到这整个环保志工团里面的这一名死亡的妇人，跟他的先生是一起搭在同一部游览车。不过呢，这个先生呢是被送到另外一家医院，在加护病房做急救，不知道自己的太太已经抢救无效。好，那么看到车上的人怎么说？李想讲说，他们确实感受到整部游览车好像有越开越快，尤其在下坡的时候呢，速度好像有一点失控。那么有听到这个导游在喊说这个刹车失灵，后来就发生意外了。刚也看到了这个肇事驾驶，他说踩了刹车、拉了手刹车，通通都没有用。那刚刚也为大家来掌握最新的消息，是以20万元交保。不过呢，这游览车并不是一开始定好的，因为其实他们这个行程大概在3个月前就已经定好了，当初并不是要搭这一台游览车，而是临时调度。这名驾驶呢，在6年内是有6次的违规，在今天呢也要调查失事的车辆呢，在过去的检验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问题。而另外一部游览车呢，没有出事的游览车是一大早9点多回到了桃园，那么这些团员一下车就爆哭，就抱头痛哭啊，因为他跟死者的感情是非常好，也感慨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就很难过，一起出去，然后没有人一起回来啊。一抵达里办就触景伤情，即使戴着口罩也挡不住憔悴面容。坐在另一辆游览车的潘姓妇人，一想到团员出事，眼泪就直直落。李想也受伤了，我真的好难过，一起出去没有一起回来。哎呦，我的好朋友走掉了，都很好，很随和啊。我也受伤了，做环保志工都做好久了，20年了，心情真的很沉重。桃园八德环保志工团5号才出发宜兰太平山进行环境教育交流，由广德里长吴再能带队，总共80人分成2辆游览车，没想到第二台车却遇上重大车祸。经过一晚，未出事的游览车先从宜兰回到桃园。谢谢。桃园环保局人员逐一发放慰问金，但在游览车上的环保志工们担心团员几乎一整夜都没睡，回想事发当下仍心有余悸。好险翻在中间，身上还穿着当天出发的团服。王小姐感叹，一同出游竟没一起回来，但游览车出问题似乎有迹可循。下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台车轮胎也是会乱冒烟，太热了，打档啊，一直刹车，一直刹车嘛。司机赶紧转水，用水的一个用。最后，我们针对游览车的一个性能检查跟司机的酒测，我们会加强去做后续的一个处理。里长固定会带环保志工团出游，这趟宜兰行在2-3个月前就先订好行程游览车，没想一同出游却无法全游回家，与逝去团员天人永隔，心中无限悲痛。记者张群、王家庆，桃园报道。